我来解读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叔，今天呢来录我们的第六集啦。那我们第六集呢，来在运动的是堆高机，然后送到家来，很多人来的家，很多人的地方啊。那工作收入是11329，然后本次的运送是外部工作，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运送任务吧。那开启我的工作灯，右转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一个出口，使用出口，我太容易套路了吧。靠右，然后继续直行。继续直行。然后我们送货，线上送货的话，我会我前几集有说过，我会一开始就先预录好。不是预录啊，就是在直播用直播方式，然后来录影，然后预录好，就是两集。那这次第六集就是刚刚的第五集，就是接续下来的。然后目前第三集是现在直播的，已经直播的当天已经上了。然后第四集就是。现在录音的直播方式结束，大家去剪。然后也是第五集的时候也说过，我会把就是最后会把就下一集，就是然后最后面当下一集预告。对方给我叭叭一下，我也给他叭一下。大家来互叭一下。我目前用直播方式来录影，然后录线上送货，
好，我觉得最久的就是第二集了，第二集最久，34分钟。那加开头跟结尾嘛，还是要开头那个片头啊，就是已经要改了。就游戏的话，现在算游戏嘛，就用游戏开头。然后平常的例如 vlog 或者是 QA 或者是一些什么娱乐那些的啦，人文杂志那些关于游戏的，但是这种这样子的就不会用游戏开头，就是用那个平常用的开头，就是第二代开头啦，第三代就是游戏开头了。继续执行。然后目前在开头还正在找新的，我想说每种系列来用不一样的开头了。哦，也谢谢大家，就是也谢谢大家啦，我们的。部影片明天会更好，歌词已经突破到1.4万，差不多是1.4万了。后置应该会放那个尾，就是放那什么，就是放图片的，让大家知道那个现在就是后置的时候看的数，那个因为更好歌词的数据，然后就像现在录影嘛，利用直播方式来录影，我直播都会用播音乐，然后播咪咕的那个等待音乐啦。现在啊，就是我播音乐，我就后置就不用再添加音乐了，呵呵，好呀。谢谢大家啦，我们线上生活第一集已经差不多，好像差不多50了，然后也谢谢大家啦，现在可以继续支持我的那个系列 TrackSMP 生活系列，因为应该是很少人用送货然后是用录影的，很少，真的很少。每个月 YouTube 搜寻那个什么 Trucks MP 送货，一定是没有。搜寻的话，一定会搜寻到我的而已。目前的话，只要搜寻到的话，应该也就是搜到那什么精华那些的吧。其他频道精华，例如 Tony 747 Denguy 的精华。到的是台湾或者是欧洲那边走的话，直接收到罚款。就像我第四集一样，Fist 的话那一集就是直接被加起那个英国啊，英国加温。
无同款路啊，是等到等到过来的。我第一一个会再练，第一讲个无好。叫我规矩讲大意无啊多，一个单独的讲讲一个啦，袂讲伤济啦。讲我啊讲个大意，讲拢无好啊。讲一摆，搁少收一摆咧。继续执行。讲有到六个时光图啊，那个讲第一个时光图，我推荐六组人的弟弟啦。继续执行。那地一来讲有够好诶，有够溜诶，够顺诶啦。问亲像我讲诶台语，拢要听无啊？伫走卡车，爱骂英语嘞，国语就好啊啦。淡薄兼淡薄讲台语就好啊。继续执行。我第一讲不好，请老人啦。我拄啊开过来，我就忽然被那个了，和管理员踢出去啊，被笨啊。有就好，我讲的台语有好啊，我一大大赞，还佫有六个音啊，我的靠腰。哦，都多火了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使用出口。
诞节被等待原本的路啊啦。干嘛？想干嘛？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一个出口，使用出口，找一集来做一个那个好了，嘉义的线上晚送货。靠左，然后左转，左转。别动人家。我们已抵达了目的地，
啊，那安尼袂使。现在我这一部 Trice MP 送货的影片的话，你们千万点喜欢哦，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这一部 Trice MP 送货，那我要继续录，那我们会找一下一集来做一加一的送货，然后也谢谢大家，那我那也应该得结束了，那大家就进我的进。结尾喽，拜拜。哈哈，影片就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下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幺七五零，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支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拜拜。